你说啊，一会儿等张瑶回来，妈准备找她谈谈话。妈，我自己的事情，我自己能处理。你要自己能处理好，我还帮你处理呀？妈，我说过了，我自己可以处理，相信我好吗？别给我添乱了。你说是不是张爷子在外头有人了呀？你回来了。张扬啊，来，过来坐，妈找你谈谈话。我累了，想睡觉了。妈，我说过了，我自己能处理。把我当长辈。老公，最近都在忙公司的事情吗？对啊。昨天晚上是和一个客户喝酒来着，喝了一夜，他不让走，没办法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啊。这份文件得需要你签字。我签？啊。爸走了以后，你是他女儿。你必须得签。哦，在哪儿啊？最近怎么回事啊？总是打不通，要不就关机。手机可能坏了，总是没电。昨天晚上也是，早就没电了。老公，答应我好吗？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不要离开我，好吗？这还招员工吧？欢迎光临，你想买什么花？百合、康乃馨还是玫瑰？是自己用还是送人呢？啊，随便，随便啊。那我帮你配一束，保证好看。啊，好，好的，稍等。喂，你好，请问你们这儿招聘员工吗？对不起，我们已经招满了。哦，已经招到了，谢谢啊，再见。喂，你好，是这样的，我在报纸上看到你们有招聘。喂。妈，你回来了，哪儿来的花啊？这花花店促销10块钱一束啊，林叔，10块钱，真的。妈，真的10块钱一束？我们卖花吧。我没有乱花钱。我说我们卖花吧。卖花？哎呀，我还以为你说我乱花钱呢。妈，卖花呢不需要门面，医院、学校、地铁
凡是人多的地方都可以卖。你是说我们俩，拿着花去吆喝，啊，卖花啦，卖花啦，哎呀，对呀，这样也算是咱们自己做生意，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给别人打工了。林叔啊，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呢？卖花那叫卖花女，那是十几岁小姑娘干的事儿。你看看你妈我啊，多大年纪了，你让我去卖花，丢人现眼。妈，咱们俩现在都没有工作，如果不挣钱的话，咱们的房租和信用卡都还不上。你能不能放下你的面子？啊，妈，你想啊，这一束花卖十块钱，一天卖一百束，我卖五十，哎，妈，你也负责五十。这样的话，一天挣一千，十天一万，一个月三万，刨去成本，一个月能净挣一万呢。哎，卖不掉怎么办啊？那就想办法卖呀。妈，我们现在没有退路了。我们没有工作，没有钱，没有亲人和朋友，只能靠我们自己。再不挣钱的话，我们就真的要睡大街了。啊，好了好了，听你的吧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被派驻到洛杉矶分公司的张扬。啊，是这样，我想把去洛杉矶的时间给提前一些，你看行吗？好，好，好，提前到下周二。好嘞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您。哎哎，好。老公，你回来了。买这么多花干嘛呀？你闻闻香不香？我打算好了，跟妈一起去卖花，这些花都是从花市上批发过来的，很便宜的。我算过了，拿到市面上可以赚很多钱。林叔，我想跟你聊聊。好啊，你说，我听着。没有我，你一个人能生活吗？什么？我是说，没有我，你一个人能过吗？老公，你说什么？为什么要一个人过？我找着工作了。是去美国洛杉矶的分公司，所以我去美国了。好事儿啊，公司提拔你去。那我呢？要不然
离婚协议书你都已经签了。我没钱，这不是我签的。李叔，咱们夫妻一场，好聚好散，行吗？马上要去美国了，就算不离婚，我也会拖累你。家里的东西我都不要了，咱们好聚好散吧。突然就停不下了，有人是想念，有人是贪婪的余念。就这么一点点，我们转来转去，还是要转到对不起林叔彼此面前。是我辜负了你，所有的风险要自己周旋，分分合合就当是一种考验。只得站在原点，一定是冷静的笑看过往呈现。如果和你绕着一颗同心圆，我就不会害怕时间改变。如果我还自信地站在原点，一定是消化了所有悲伤誓言。如果心里重生了无边思念，爱情总会有明媚的春天。如果我还固执地站在原点，一定是冷静地笑看过往呈现。如果和你绕着一颗同心圆，患者即当命复发，我们进行了40分钟的心脏复苏，抢救无效，已经确认死亡。是消化了所有悲伤誓言。如果心里重生了无边思念，爱情总会有明媚的春天。喂，谁呀？啊，我是林叔的妈妈。什么？你家林叔在医院？
我现在就来。好，怎么了？哪个地方？哪家给你走开？我怎么了？跟我上医院。啊，在哪儿？我想问一下，那个观察室在哪儿啊？这边是吧？好，谢谢啊。姐，叔啊，叔啊，怎么了呀？你说啊，他怎么了呀？放心吧，他已经脱离危险了，再观察一下就行了。哎，年纪轻轻的就自杀？自杀？自杀？你跟他说说你怎么了？你好好的，怎么了？张扬，张扬，不要离开我！张扬，打电话给他，这时候要不来，我给我姐夫打。哎呀，让他给你打了。也不知道美国那边怎么样，那边的东西你肯定吃不完。来，没有我来。谁的电话？林叔妈的。那你怎么不接啊？不要接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到美国去，林叔跟你去吗？不去。什么？他不去啊？啊。那哪行啊？那不等于你们俩分居了吗？不行啊。没事儿，妈，回头我再跟你说吧。啊。哎呀，给张扬打电话他也不接。你说林叔这傻孩子干嘛呀？好好的，哎呦！妈，张扬啊，你去哪儿了？我打你电话你一直不接。林叔在医院，你还有空去上街买东西？林叔住医院了，怎么了？我就是来问你的啊！林叔因为自杀还在医院昏迷，你跟他说什么了？张扬，张扬。怎么回事啊？林叔怎么要自杀呀？张扬，你跟他吵架了？张扬，你说你到底为了什么呀？别急别急，新加坡，我来。张扬，你跟妈说说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林叔要自杀呀？啊，我跟林叔离婚了。啊？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别！我说我跟林叔离婚了，跟你女儿离婚了，我不是你女婿了，你也不是我岳母了。我恶鬼的畜生！你当初就是为了钱才找我们家林叔的！你个不要脸的畜生！你个畜生！你个畜生！你个畜生！亲家母，亲家母，亲家母，你没事吧？亲家母，我不是你亲家母啊！我没有你这么恶鬼的女婿！你个畜生！我忘恩负义，你怎么对我了这些年？你把我当女婿了吗？你不是一直希望你让女儿嫁给有钱人吗？现在可以了，去嫁吧，嫁吧！亲家母，儿子，哎，张扬，等等，张扬，你为什么要跟林叔离婚呢？啊？因为我过不了穷日子了嘛，我实在过不了了，他们家现在欠了一屁股债，以后日子没法过呀。那你跟林叔结婚就是为了钱吗？张扬，你跟妈说。我不想再看见你风里雨里蹲在菜市场卖菜了，你知道吗，妈？我也不想看到你去偷东西了。我不想看见别人欺负你，我恨够这样的日子了。叫林晨出去了。你个死丫头！你说你为了这么一个坏男人，你值得吗？啊？你是真想丢下妈，你就不管了是吧？妈，对不起。
也都知道了。傻孩子，妈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。说我姐可能怀孕了，确实是怀孕了，真的，已经有八周了，现在八周了。嗯，你怎么那么大意啊？自己都两个月没有来例假了，你自己都没有注意到。我有宝宝了，宝宝。这意思我就当舅舅了。现在是怀孕的早期，要格外的小心，以防流产。如果害喜厉害的话呢，或者身体感到不适，要马上来医院。好，他一不听话，我就带他来看医生。医生啊，麻烦你，这个孩子我们要打掉。为什么呀，妈？医生，别听我妈的，这个孩子我要生下来。医生，麻烦你准备一下手术的时间，好不好？不是，妈，为什么要打掉啊？妈，这个孩子我要生下来。你说你跟谁生去？你都离婚了，你生给谁啊？姐，你离婚了，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别说了，我自己的孩子，我自己能做主，我要生下来。别说。林叔，你等等我呀！妈，你不用再劝我了，这个孩子我一定会生下来的。是，家里现在这个样子，你生下来谁养？你跟张扬又离婚了，你生下来孩子谁管？再说你都还要嫁人，你生了孩子你怎么嫁人啊？妈，你少说两句。妈，我去跟张扬说，他要是知道我们有了孩子，他会回来的。哎，林叔，妈，就算我求你了，行不行？你相信我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林叔，林，你老不听我话，你都拿我是耳结风了，心什么心呀？你也这么多话，你不帮我，你到底想着谁？你懂不懂事啊？你都这样了，你还说什么呀？气死我了！你们，我到家了。我有奖励给你。什么呀？噔噔噔噔噔！谢谢，我走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想跟你谈谈。咱们都已经离婚了，就别再谈了。我有话跟你说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林叔，你别这样。
以后别来找我了。不，我怀孕了，我们终于有宝宝了。医生说已经有8周，可以很清楚地听到他心跳了。你怀孕了，林叔，这个孩子你不能要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咱们离婚了，你把孩子生出来以后，你都不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。再说了，孩子出生以后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大的负担，你怎么生活呀？这些都不是问题的，你以前不是跟我说过吗？想要跟我生个孩子，我们俩的孩子。现在一切都改变了，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改变了。就是因为我们家破产了吗？因为我不爱你了，我跟你说过。把孩子打掉吧，好吗？老公，我求求你了，我好不容易怀上宝宝了，看在宝宝的面上，把他留下来好不好？我们俩复婚，还可以给他一个完整的家，对不对？林叔，我跟你说，我们早就说过想要一个孩子了。我已经不爱你了，我们不可能复婚的。孩子出生以后怎么办呢？我求你，我求你了。林叔，林叔，120吗？你醒了，正阳呢？你妈去交费了。我说送我来的那个人，没有人送你过来，是有人打了120，120把你送过来的。给我输的是什么呀？消炎药。我不能输消炎药，我怀孕了。你不能拔，不能拔。好，慢点拔。我来了。妈，跟你说啊。不能吧，你要是不灌消炎药的话，你自己命都保不住了，你还要这个孩子？妈，你的头上怎么磕的？是不是张扬打的？我自己摔的。林叔啊，医生我已经给你联系好了，这个孩子不能要。林叔啊，你其实打孩子一点都不疼。我不是怕疼，我不怕疼。林叔啊，你就先听妈一次，我一回头，妈再给你介绍个好人家啊。林晨，你们能别忙了？你劝劝你姐，你不让姐死心眼啊！妈，你别说了。我来吧，我来吧，我来吧。没事了。林叔，你知不知道，妈现在看到你这个样子，妈心里比正常要难受多了。你能不能听妈一句劝？先把这孩子打掉，啊，把过去也忘记，回头找好人家嫁了，你也不用受这样的苦，再遭这样的罪嘛，啊。林叔，算妈求你。你先把孩子打掉好不好？那你要怎样？你说，你想怎么样？你要让妈给你跪下是不是？妈给你跪下行不行？妈，好。
姐夫离婚是因为咱家没钱了吗？要不然为什么呀？就是错白眼了，我就整他不得好死，气死了。妈，妈，我想把这个孩子生下来，求求你了，我想要这个孩子。说说什么？拿回去。妈，妈，我求求你了，起来。妈，我想要这个孩子，我自己养他好不好？我自己一个人可以养这个孩子。就能现金起来啊！妈，我不怕你了。妈，你答应我姐行不行？大不了这孩子生来我养。妈，我求求你了，妈。说，你要生，妈也拦不住你。不过你自己要想清楚了，你是受过伤、用过消炎药的。我听别人说，是用过消炎药生孩子，这孩子以后可能会有问题的。妈，我的孩子不会有那么差的运气。他一定会好好的。林叔，你是不是还惦记着张扬呢？我把这个孩子生下来，不会告诉他。林晨，哎，帮姐姐办件事好吗？找我有事儿啊？啊，我就来通知你一下，我姐孩子打掉了。她现在怎么样啊？挺好的，在医院待着呢。怎么着，姐夫？要不你去看看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就不去了。这有些钱，你拿去给你姐买点营养品吧。这脚是替我姐送你的，拿着这些臭钱滚蛋！多吃点菜，怀孕的时候啊，多吃点豆干啊，豆制品是需要的。还有猪肝，我特意买的猪肝，猪肝是补铁的。妈，以后别为我做那么多了，我吃不了，都浪费了。什么浪费啊，就得多吃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既然要生吧，那就得生个白白胖胖的孩子，知道吗？哎呀，饿死我了。
见着他了吗？啊。跟他说了吗？说了。他说什么没？谢谢你啊，林城。姐，以后那孩子生下来啊，我帮你养。好。怎么回事？妈妈。本来呢不想来跟你告别的，可是呢我实在没忍住。还生我气呢？你还敢跟我提啊？这事儿就算过去了，现在我反正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真的假的？这么快？谁呀？你管他是谁呢？反正就是比你强。哎，行行行，比我强，比我强。向成哥，这一次去国外，我可能好几年都不回来了。为什么？哎呀，你就不要问为什么了。但是只要你一句话，我就留在国内陪你。我马上也要去欧洲工作了。那阿姨同意吗？我妈当然想让我接手她的公司，但我想走自己的路。向成哥，你给我拍几张照片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，如果哪天你成了大艺术家，那再找你拍照片，岂不是很困难很困难？有道理，没问题。啊！我去那边拍。好好好好。